带他回酒店。啊？我有些家事要处理。家事？他是我弟弟。嗯？走吧，有什么想说的，一并解决。 后来呢？谁知道啊，估计两个人找了个地儿打了一架吧。我看他俩回来的时候，浑身都是伤。奇怪，我跟你很熟吗？干嘛要回答你？他们为什么欺负你？我装什么失忆啊？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你难道看不出来季思琪对你？ 哼，那是以前，现在你试试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大晚上的，这你扔的？啊，可回收物不许乱扔，不懂垃圾分类啊。 有这么一个离家出走的弟弟，是有什么值得说的事儿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交集。行啊，从你房子里搬出来。那房子是你的吗？不光你那房子是我的，连你室友都是我的。